大家好，我是倪静思代言人小美林奕维。从模特儿转战到演员的小美林奕维，拍摄过多部 MV 和戏剧作品，独特空灵的外表更受到许多厂商青睐。至于她说要代言保养品倪静思，在拍广告之余，她也不吝啬和大家分享私底下的一面。女生一定要会爱自己，要懂得爱自己，然后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，但我觉得就是要善待自己的身体。但因为有了玻尿酸保湿原液，它帮我做好了保水润泽的基础，然后让我在荧幕前面有一个最佳的状态。小美除了与大家分享保养小撇步以外，还意外地展现她搞笑的一面。出席活动的时候把人家背板撞倒了，变态杀人魔，玻尿酸保湿原液，妈，别打我脸，我靠脸吃饭。想要跟小美一样水吗？看准小美熬夜拍戏还能一样美，跟着用就对了，让想变美的你也一样可以水水的。